我已经来给闹天啊，还有阿婆，来继续搁切落去，唔知变成什么怪物。麦小妹，麦麦，赶快！你会坚持这个江总裁身躯边，是唔是有办的原因？我讲过啊，我要报恩。啊！先坐下来，我看到江总裁形影。你会这么关心江超越，是不是你认为你是江超越的爸爸？想袂到，一个老爸的竟然用得，我袂看呢。 或者超越受拖磨，到底是要安怎才好？林彦杰，我定了。乌鸦，你讲白银叫你黑乌鸦，也唔叫你拄只毋是讲，迄死者是有你甲陈志章所好。这就是我感觉奇怪的所在。像是林子通的家属啊，我是林子通的未婚夫，阿子通即摆状况安怎？你要是未准备，因为伊会得到伊丈的默契。我知影你足讨厌我的啦，故意来叫我什么君南，啊，毋就是张博士？ 你看不是你的礼拜，是你敢讲出一半句，我绝对放你耍。李子健，你是我这世人看过上悲哀、上可怜的人啊！我人生世界上够什么意义啊？今麦看起来，全世界只有你上欢迎我。小姐，你创啥？足危险的嘞！那你我要来找你啊！哦。